今天是不是场景？场景有点不一样，变成新鲜柠檬午安。桃瓦哥午安，李天天午安。嗨嗨，雨露，嗨嗨。雨露晚安安，你那个颜色字是怎么弄的？今天只能挂听吗 ？Marcy 你在忙吗？主播中午好，午安。哎，有新的，看到新的饭了，这个是 WZI 吗？小小 TDP 饭，午安。之前没有看过的粉丝，明明，谢谢你追踪了我，谢谢卡丘的枫叶，代代午安。乐福午安，今天没有 BGM， 好不习惯。今天特别的安静，雨露今天穿搭的好可爱，谢谢。可是今天穿这样子，我有点后悔嘛，因为好热。今天好热。嗯，是换地方直播还是换角度？我换地方直播了。今天我在宿舍，宿舍的大家我来拜访了。草莓酱，草莓酱午安，本木午安，冷气开强一点吗？可是嘛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就不太好意思开冷气，想说吹电风扇就好。冷气被限制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好像要开也是可以，可是我不太好意思开。Lin NJ 午安 ，CSH 午安，嗨嗨雨露，雨后天空午安，跑去宿舍啊，其他成员都出去啦，没有，他们没有出去，他们只是在各自的房间嘛，然后我现在在。好像是小晴平常直播的位置，那种感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刘小晴，你是小晴的直播位，小晴现在不在。小白兔午安，今天的衣服好美哦。跑来宿舍玩吗？闪亮闪亮，是餐厅吗？我今天跟诗雨、阿潘还有雨林一起出去玩，所以我今天就来宿舍拜访，顺便直播这样子。我们今天去逛了。漫展，应该说漫博吧，对，漫博，买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我今天想开箱给大家看，我自己都还没有开过，我现在很兴奋，想要给大家看。浩逸，午安。啊，说错了，美的是人，不是衣服，衣服也美。买了很多二次元的东西吗？嗯，原来是败家。人是穷的，心灵是富足的，这是今天阿潘跟我说的一句话。阿潘今天也败了很多东西，就是我跟雨喵还有阿潘三个都是已经很熟悉这种，就是
这种活动的人嘛。然后雨林就是我们去带他认识一下新的世界的那种感觉。阿尔法，晚安。Hello， 七七。美其名是开箱，实际上是炫耀。欸，我也没有炫耀哦，这个是你们去买也会买得到的东西啊，又不是。钱没有不见，只是变成喜欢的东西。结果雨林买最多，没有，雨林花最少。嗯，雨林只是陪我们去逛逛这样，然后再花钱都是我们三个。之火舞，晚安。发发还躺在地上吗？不是，一般人都在上班呢，只有学生有空去逛。哦，说到这个，其实我也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放假了，就是今天其实也是有工作，可是我们工作的时间都是不一定的。就是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放假了，然后我昨天还忙到。我昨天忙到晚上一点，忙到晚上11点多嘛，才有办法回家。然后我回家的时候都已经没车了那种情况。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很早起来，因为就是只有那一小段时间可以逛街嘛。我也超久没有放假，超想放假。那么累，就是最近比较多事情要忙。所以这几天可能有一些改直播时间的还是什么的，可能都是临时有工作还是怎样，比较忙一点。就是我们暑假开始之后就特别特别忙，因为暑假开始之后学生都放假了，那学生放假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有工作。所以今天顺便来宿舍参观一下，为下学期住宿做准备吗？我没有要住宿啦，是旅客。这是我第二次拜访宿舍吧。我上一次拜访也是因为太久了，就是已经没有车回英哥了，那就想说顺便来宿舍借宿一下。我就借宿了2晚，然后隔天跟一家出去玩这样。是那个饭团晚安，老沙晚安，超哥晚安，晨晨晚安，耀都晚安。为什么会问法法还有没有躺在地上？你知道刚刚我有遇到法法开播之前，法法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吓到嘛，想说他有看到我去曼博的那个袋子，然后他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那么窄的袋子，原来是雨露来宿舍的关系。阿哲晚安。可以放两套换洗衣物在宿舍以防万一吗？我之前临时住宿舍的时候是好像是穿鱼喵的睡衣哦。因为七七发现洞说法法12点多还躺在床上。雨露午安。所以法法是怎样，今天很晚起吗？叶师傅晚安。有一个什么 JOEBOW 晚安。是嘞哈尼，是嘞，诶，是嘞哈尼的晚安。为什么我觉得今天人比较少？害我以为我是不是记错直播的时间了？今天人好像比较少的样子。至少有一些常来的熟客都没有来的样子。大草莓，晚安。
周五的关系吧。嗯，周五的关系。哦，花生糖，花生糖晚安。大家都想赶着下班回家。若日一下晚安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今天还是月底赶工作。我今天还是开给大家看好了，先给大家看我们曼博的这个袋子是 Fate 的。不过我没有看这部作品，诗雨很喜欢 Fate 的样子。今天的衣服好看哦，很仙，谢谢。这个衣服是，这个衣服我买很久了，我好像从哪一年呢？去年的年初买的。嗯，没有什么机会穿到，所以现在也很热，就是通常都不会把它从衣柜拿出来。现在很热，所以我每天穿的几乎都是运动服。没有看怎么会买？因为这个袋子是他拿来给我装商品的，那他是随机的，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挑，就是他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。嗯，可是这个袋子诗雨应该会喜欢，就看我等一下有东西装我的周边的话，我就给他这样子。原来最近是曼博啊，昨天搭捷运有人在问，我很久没有去曼博嘞，曼博这次真的好多东西哦，很好逛。很好笑，我原本在逛曼博之前，我就想说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，就随便逛就好了。结果我一逛，然后拿到他那个商品的 DM， 我就我的钱是怎么不见的，我不知道。我直接花了，我第一摊而已，我就花了690。然后之后再去买了三个胸章，125吧，就没有再花了，就这样没了。还好我逛的时间不多，不然我真的会把冲动消费。我上一次去曼博是那个我们。星期 P 在曼博上面表演的时候去的，这么久以前。690还好啦，是还好没错，可是我很久没有买周边了，因为我现在都觉得，我以前很喜欢去逛，可是我现在都觉得那些是小垃圾，用不到。然后我有时候要冲动消费的时候，雨林就在旁边说，雨林就会阻止我，你知道吗？雨林就这个你买的没有用啊，他就会这样讲。然后我的理智就会回来，这个买了也是放着。我差点买一个，就是我喜欢的角色的应援扇，然后应援扇很大一个，300块，我就差点买下去。可是雨林就说不行，你买了那个也是放在旁边，然后我就说对对，然后后来就没买。逛展脑不会瞬间变超多，对，就是逛展一进去，你只要看到商品。然后或者是看到他的赠品，看到他的敌人，那脑波是直接不见没有了。我会去都是去看声优啊，这次的展览，这次的展览有《鬼灭之刃》的中文配音的声优去。实用吗？因为我现在也在一直克制自己不要买小垃圾，小垃圾就是像那种应援扇啊，然后太。都是买至少有一点实用性的周边。
讯号不太好哎，怎么办？讯号不太好，还有讯号吗？顺了。蛮卡的，这个300要OK。季风亮晚安，邓可晚安，嗨嗨嗨嗨，耶、yeah ！现在很帅，对不对？果然，宿舍根据宿舍居民的线报是对的，太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来开我的东西了。比如去 ACG 展嘛，对，我去 ACG 展，原本要开我买了什么周边，结果开到一半断掉，实在是。好消息，我今天会多播22分钟，因为断掉了。那你想搬进宿舍了吗？会不会有点挤啊？太挤了吧。你有广大的沙发可以使用。我有广大的沙发可以睡。对仔仔来说，网络重要性大于一切。愚者晚安。不过他们沙发，我可以睡沙发。冰心听你晚安，北人神推晚安。我的星海位置一路请搬进来，好哦，请留一个给我。吴亦凯晚安 ，Hello 北人神推，你要看你的推送，你的推送，我的推吗？阿潘送了我这个，我很开心。他送我卡拉马子的小吊饰，所以是你的推送我的推，这个超可爱的。他说他刚好看到剩下最后一个，然后是卡拉马子的，他就送我，开心哦。我今天去逛展的时候，也有把它吊在我的包包上面。卡拉马子，现在我送马子。奥斯麦子赏的东西已经很少了，不过我相信他三期的动画开播了之后，周边应该会变多。我今天去摊贩也是因为第一摊就看到奥斯麦子赏的东西，我才会重金砸下去。就是现在比较冷门的作品，或是你看到什么冷门的角色，他只要有出周边，你就会很想要买，不管那周边是什么。毛良晚安。啊，7J1103晚安，星影晚安，茄子晚安，谢谢刘建国的礼物，姚晚安。Puppy 晚安，地震哦晚安。看到这个名字想起来，前几天是不是有地震？前几天有地震，我很慌，慌的一批，很慌。
雨露今天穿这样去 ACG 展吗？也太漂亮。有吗？ ACG 展其实蛮多人也会好好打扮去的，就是跟我，也是有很多人穿得很好看，然后去逛 ACG 展，也是有看到不少人会这样子。然后大家都很早就出门去排队了。我昨天也很早就出门工作，然后就看到昨天是 ACG 展的第一天嘛，那想要抢一些商品的人就会过去。我都称那个叫做肥宅出征嘛，可是有点骂到自己的感觉。没有，对我自己来说不算是骂啦，就是一种大阵仗要去进行我们会在意的那种活动的感觉。就是我自己要去逛什么展还是什么的，也是肥宅出征的概念。出征，因为在那边抢商品就是跟打仗一样，有些人还在那边过夜不是吗？有些人会在那边过夜，然后抢一些限量的商品。不过今年的话比较少，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活动都陆陆续续的取消了。哈利桑，こんばんは。限量是残酷的，对啊，限量是残酷的。你们有为了抢限量的商品那么疯狂过吗？呀吼，可爱，呀吼呀吼。谁来了？妮妮吗？妮妮 ，Hello， 妮妮。我是今天。那个宿舍的旅客，你们演唱会的门票啊？可是演唱会的门票就是线上抢嘛，好像不用到没有实体抢的那种刺激的感觉。对啊，在开直播，你要跟大家 hello。hello， 第一个进来我直播的二期生，妮妮。嗨。雨露傍晚好，晚安。修正，你今天好晚进来，为什么？今天大家都很晚进来，害我以为自己直播时间不对耶。有人说你好，嗨，宿舍好热闹。来啊，大家都来宿舍开趴。小千晚安，阿米晚安。我为什么要念的那么快？我都去全家机台抢超拼手速的。不过，我觉得超商抢东西很可怕，因为超商抢东西的话很刺激。不是啊，或他机器在吃鸡。机器在吃鸡，很刺激。对，它是很刺激。我自己抢的时候就是很怕那间超商的机台比较旧，或者是。网络不好啊，这样的，反正就抢不到位置。我很怕那种感觉，我很怕线上抢东西，听起来很有趣。七七吃鸡，对，七七现在在吃鸡，我刚听得很刺激，我就对，很刺激。吃鸡，我很好玩吃鸡的，其实。留根鸡翅给我。留根鸡。杨雄晚安。南小鸟晚安。所以大家是不是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吗？很晚来。哦，这个是我手做的化妆品，可是很羞耻。我知道，就是在那个口红外面粘。对，这是纸粘土，然后自己粘钻石，这个这很羞耻。你知道每次我拿出来，瑞婷都会笑我一下。笑死瑞婷超凶，瑞奇瑞婷拍拍。这很像什么美人鱼会用的化妆品。美人鱼，还是要美人鱼。他们在说我之前手做的化妆品。然后瑞婷有一次，他就看到我拿这个，他就说什么，要用这个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吗？哇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天啊！博弈。
头发可以放下来吗？不行，放下来很乱的。放下来很乱。我觉得你散发落肩的样子比较正，那你可以去我的 IG 看照片啊，或者是我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应该会放头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直播通常都会是放头发的、啊。嗯。梳一下呀，梳一下吗？梳一下。不过今天太热了，今天真的不绑马尾不行。就是最近工作量很大嘛，然后每天都在跳舞，所以每天都是马尾加运动服。只有直播的时候会穿的好看一点，然后等直播完之后就继续换运动服加马尾，然后继续去跳舞。我的一整天。辛苦了，哇，很辛苦哦。瑞婷是不是变成你们团里的吐槽担当了？有吗？没有，那是已经是 B 组，替那个 Unibear Flower 的关系，全部都变成火药库。什么 ？Unibear Flower 是火药库？要不要 Uni 军火库 ？Uni 火药库 ？Uni 军火库？看 Uni 耳包。Uni 耳包。你全部都耳包。我们是 Kang。Uni Kang。你们Sakura是什么？Sakura是什么 ？Unisalia。Unisalia。的确 ，Unisalia。满满的日程。这就是蛮快的，刚半小时学了。我们 Unisakura 是 Uni My Pace 吧？为什么？嗯，有。哎 ，Uni My Space。My Pace。你在 My Pace 吗？不知道。就自己的步调。嗯、哦、是啊、嗯、是每个人 my pace， 每个人都能飘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军火库也太好笑，里面就是只有煎蛋跟地瓜叶，笑死。我要试试，你想试试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军火库。上庭晚安。久违看到你，晚安。谢谢。每个人都火力满满的准备轰炸趴，开箱开起来喽！好啊，开箱开起来。拜拜。嗨嗨，雨露，嗨嗨。我今天有看到一张。晚安。我今天逛的地摊就花了690嘛。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这个浴帽吗？这个是发圈。哦。发圈，然后比我想象中还要大的发圈。超大的。嗯，你们猜这多少？400。四百？我不知道。400。200多吧。180。哦。还要买的东西感觉就很贵。而且这个买这个发圈有送扇子，就是。还有送一个透明的小扇子。我奶奶看动漫，所以就不懂。嗯，爸爸有。对，可是我不会在动漫展览。呀、yeah, 好看。这是恋语吗？ Yeah, 这是恋语的，然后抽到自己的本命，不是一样的。天哪，你有这个荣幸。欧气。而且今天我跟诗雨跟阿潘去逛展，他们三个，我们三个是随机的扇子，然后我们三个都抽到自己喜欢的本命。太傻了。我抽少哥，然后我抽了四个，然后有九个角色，虽然说都不一样，但是都不是我推。你想抽谁？天堂吗？我想要抽那个天堂真子克洛，或是那个 Juna。可是没有天堂克洛、啊，啊就没抽到了哈，就没抽到。有娇娇了，娇娇，我想看娇娇的，我没有仔细看过那个。欧起来，我们欧哎，欧到我们自己吓到哎。娇娇的啊，娇娇的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是法法的周边，也超可爱、欸。乱七八糟娃娃，竟然是 FGO 的袋子，想要吗？FGO 的袋子，哈哈耶！谢谢。刚来买的，我今天才买的。我今天还买了。这个是小小的化妆包。你就还好。这个也是实用的吧？这不是小垃圾吧？是吧？啊
这不是小垃圾吧？你觉得？裤带，裤带。今天我跟，因为今天我跟阿潘思雨嘛，我们三个推的都是不同的角色，所以我们不会有抢的状况。我猜阿潘喜欢白起。对，阿潘喜欢白起。思雨呢？思雨。那个我猜吧，那个两个字的那个。徐墨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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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好猜，对不对？好，真好，都不会抢。嗯。然后就是他发的 DM， 哎、欸，真的有很多柯南的东西，我觉得佳丽去逛这个展，他会疯掉。名侦探柯莉，柯莉，名侦探柯莉，昨天就，我记得有一个，这次的展超多超多柯南的东西。你看这个香水超可爱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。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我知道，就是这个系列。你有看 FGO？ 我只看过这个，就是魔兽战线。魔兽战线。我只看过这个。哦，它是有分不同的片。对。然后，你有看吗？我没有看，完全没看。那就没事。怎么？你看，那里面 D N 上面有超多名侦探柯南的东西。如果喜欢柯南的粉丝也可以去看一下 A C G 展。就是没有，我这个有看过吗？我忘记。那就忘记。那他们改天也带你，你去看一下。你就忘记了吗？不要这样。我有看魔兽战线，你可以拍下来给栗子看。对啊，就逼栗子花钱。对啊。冰吗？还是怎样？不要冰。而且柯南的周边真的出得很漂亮，我也觉得好厉害。但我怕我会冰就是蚂蚁吃掉。它不是那种会让人家觉得很宅，然后不敢用出去的东西吗？它是有好好设计过的。我记得在里面放的很多，周边大国，好可怕。对啊，梯子推散，你看这个，皮夹吗？它这光皮夹就出的超级好看的，就是没有看柯南也会觉得想买的那种，它真的很贵。5880。这个皮夹，我们直接假意是真皮吧？是真皮吗？哦，它有写牛皮合成皮。然后坠子，它坠子是宝石的那种，超级高级的东西。5880。四个五千还是一个五千？我觉得是一個。它写一款。这个是。这个托特包也是啊，这个托特包就要8070。这我宁可买盗版呢、欸，宁可买，好贵啊！先不要，超费。耶！难怪会有粉丝说我花690算少，真的真的。耶！就是今天耶。这个话题好深奥、哦，买盗版的，哇，贵！哦哦哦，东西掉下来了。小秋喵喵，晚安。你干嘛？那请不要带着猫 ，OK？ 小笨蛋，喂，这个不能说的，我明白啦。还有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今天其实是为了这个去的，就是为了我Gomans上的 T 恤嘛，他在出清 T 恤，一件150，非常便宜，一件150。我Gomans上的 T 恤，耶！你看这上面超好笑，它上面写煞气耶六子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今天原本是为了这个去，我原本只有要买这个 T 恤，然后花150就好了。结果谁知道转眼之间花了690呢？天哪、啊，真可怕！就是漫博的魅力。好奇鱼露有看 Fate 系列吗？没有，也没有粉丝跟我聊过 Fate 系列的东西。欸，这真的好棒哦！我练舞的时候可以穿，好棒。
我买了是这个，我送帽子上的 T 恤，超开心。而且因为它很便宜，也不用担心它会脏掉还是什么，就这样。超喜欢。去动漫展怎么可能150回家吗？不一定啊，像雨林这次，雨林今天好像只花了30块哦。就是雨林今天只转了一个扭蛋，他就没有再买东西了。而且他里面就是 ACG 展不会只有那种就是动漫的东西吗？他会有很多玩具或者是一些很新奇的东西也会在那边，所以 ACG 展不管是有没有看动漫的人都可以去看。而且我们少女咖啡枪，就是我们代言的少女咖啡枪也有在那边有摊位嘛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去支持少女咖啡枪。既然只有30，雨林就没兴趣了吧？对啊，不过他今天跟我们去逛，他还是很开心，因为 ACG 展真的包含了各式各类的东西。清单永远没有用的世界。雨露下次直播穿穿看，好啊，可以啊，下次直播穿穿看，我现在就想穿穿看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很棒哎、欸，好可爱。然后今天我们的运气真是神到我，吓到了。那女制作人，周奇洛，周奇洛就是，现在这边没有女粉丝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女粉丝吗？有吗？想要讨论那女制作人的东西，我那女制作人没有看，我没有玩她的游戏。之前有玩过一小段时间，不过那种游戏可能不太适合我吧，就是我不喜欢玩那种养成嘛，或者是很感觉很需要花时间的游戏吧。对，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玩了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他角色还不错，而且这游戏真的蛮成功的。衣服不错看耶，咖啡枪客太凶，没钱看展。可是他展览不贵吧？展览不是预购票的话是100块，然后，现场买的话是120。而且你去看那个少女咖啡枪那一摊的摊位，它会有一些 coser 在那边，然后也会送一些东西吧，我记得。好像免费呀，没有看。进去那个会馆是要花钱的。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拿。浪客太凶，没钱看展。又不是成员没动力去。我剩下1000块，要撑一星期。大家辛苦了，不要花钱。对不起。有去游戏王主题餐厅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今天时间比较少，就是我是拿工作的空档来去逛一下。所以没有去各地都晃，只有去稍稍几个摊位而已。接下来我还买了啥？我想一下。今天我去少女咖啡枪的摊位拿到的是，他的卡贴是这个，伊科斯的，小迪代言的那个伊科斯，很可爱，伊科斯。我到现在都还寻不出来，我们成员代言的那几个角色里面，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只，就是选不出来。然后现在好像又要有新的角色了，可是我们成员代言的那几只我真的选不出来，这都很可爱啊，伊克斯也是超可爱，异色瞳。然后我又对粉红色头发的角色没有抵抗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粉红长发或是金色长发都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漫角色的发型嘛。然后一个是就是超可爱的粉红发，干嘛选全都要不是就好了？滴滴发言，滴滴发言，艾琳超香。
超香。艾琳是不是？艾琳是雷吉代言的那一只吗？是吗？阿列斯，哎，哈列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。这是全都要，我全都要。还有什么？我还买了什么？我还买了这个，这是也是我送帽子上的东西。我以为只有，哎，那这个是 L 加 ，L 加我觉得超没有用的 ，L 加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我自己在装资料的时候，我在装资料的时候不是用 L 加，装比较少、比较少一点的文件才是会用 L 加，可是 L 加已经很多啦。L 加不用特别买就很多了。我自己平常在装很多的资料，比如说学校的考卷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是用那种很像公事包的，就是大家有看过一个很像公，就是外层是公事包，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透明的夹层，可以给你分类装纸本资料的那些东西。我平常都是用那些在装我的东西。因为快要到考试的时候，通常考卷还是什么要很多嘛，你要复习啊干嘛的，所以我都装在那个公事包里面。然后我每天上学就要扛两个书包，一个是自己的后背包，然后一个是那个装考卷的公事包，这样子。基本上资料夹是收集用的。然后它这个画风不太一样，是因为它是 F6 的版本。 F6 就是他们算是一个衍生出来的设定吧。因为原本的阿松他们是很废人尼特族的一个设定，可是他们变成 F6 之后就会是那种全世界最完美的男人的那种感觉嘛，就他们设定很夸张。大家都是什么都会啊，然后有一个人还是哈佛大学的副教授，那种感觉很夸张的设定，一个反差的那种感觉。它里面还是原本的画风，它里面还是长这样子，只是外面就是这样子，一个突然变成帅哥的画风嘛。这六个根本是不一样的人，我觉得很难得就买起来了。像樱花的资料夹我都收起来没在用，对，我也是，我自己 Sakura 的资料夹也是都没有在用嘛。有一次我想要把它拿来装我的歌词，可是我就一直在犹豫嘛，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拿出来用。我后来还是用了其他的资料夹，就是舍不得用我们 Uni Sakura 的资料夹。我原本要拿来装歌词用的。我自己原本的想法是周边就是要拿来用嘛，拿来使用。我不太喜欢就是放着一直让它长灰尘，或者是摆在那边的那种感觉。我希望周边是一直在我身边，就是我随时随地都会看到它，日常生活就会用到它的那种感觉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Unisakura 的资料夹我就是迟迟都不用，完全都不用，我就是一直收着都不用。你可以买 Bill Flora 的来用，然后 Bill Flora 再用 Unisakura 的是吗？笑死！我觉得 Bill Flora 的我也舍不得用啊，就是不管是哪个 unit 的我都舍不得用。Daisy 呢 ？Daisy 自己送自己，用其他组没毛病，也可以考虑一下 Daisy 啊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哦，田中豆粒王晚安。比较实用的大概是钥匙圈，雨露天天在我身边。Sakura 的要好好收着，不要忘了 Daisy。小雨晚安。啊，对，我们那个成员的吊饰嘛，个人的小吊饰，你们可以用一个套子套着，因为我们成员的小吊饰，我很怕它。什么比较细的地方断掉，比如说脖子啊，或者是腿断掉还是什么的，很可怕。它那个挂在包包上面都会很容易撞到，或者是干嘛的，很容易去
碰撞到它。所以如果用一个套子把它套起来就还好。日本有超多那种可以让你装饰保护那种小周边的东西，可以买几个来保护成员。我肚子叫好大声。钥匙圈真的要买来放了，可是买来放也很可惜啊，买来放就没办法一直看到了。胸章可能好一点，我连特工服上面都好怕坏掉。不过真的想随身用就再买一个就好啦。也是聪明，一个收藏用，一个随身用。然后我还买了什么？我想一下。我还买了一个我的那个啦，最近在看的游戏吗？也不是游戏，它是一个企划，《偶像梦幻祭》的。《偶像梦幻祭》是一个有点久远的作品，不过我最近才因为他们的歌开始关注，这样才600多，这样才600多，我也没有也。没有到买一些很贵很贵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随机出的，它是买一送二吧，买一送二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开耶。我这个作品喜欢的角色是，我肚子一直在叫，为什么？感觉你买不少啊，这三个是125，然后我刚刚买的那些是690这样子。我喜欢的角色是明上蓝，他是 Knights 的成员。希望我这三个里面会有明上蓝。雨喵有买，我叫雨喵一起买。你不吃点东西吗？虽然我也是可以听你肚子叫，就是不行啦，我直播不能吃东西，我直播一吃东西就会没办法讲话吗？宿舍的成员有没有帮你准备晚餐呢？没有，因为我是很临时的来的，所以他们应该也不知道我要来这样子。你请爸爸帮你拿点饼干过来好了，没关系啊。等一下我就关播就去找晚餐了吧，就我现在紧张，我想要开这三个，希望里面有我喜欢的角色。明上蓝，如果我抽到硕尖灵，就跟鱼喵换一下。想要明上来，把它开了吗？哇，它粘的好紧哦，它包的很完整哎。然后我们在买徽章的时候啊，就我们在聊天，然后那个我觉得那店员很好笑，他很有趣，他就说。我们是来买梦想的。第一个，这个是谁？我叫不出名字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我不知道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让我来猜一下，这应该是青叶坊吗？是哪一只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只叫什么，完全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下一个，紧张，下一个，来看，问你要看比较快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真的也不知道，下一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日宿舍吧？这个我有印象，它比较特别一点。啊，我开了两个都还没开到明上蓝，怎么办？我开了两个都没开到明上蓝，我剩最后一个，好紧张。哎，加油加油，我要明上蓝。啊，这个不是明上蓝，我就全部卖出去了。天哪！拿去跟阿潘换呢，阿潘没有买耶，阿潘这一部好像还好，他没有关注很多。再最后一个，
是什么？名胜蓝吗？角色，真的不是啊，好难过，都没有抽到，太难过了吧？这三个转卖了，难过。这一只叫什么？这一只叫，这一只好像也是，这只我有印象，它的我认得出来它是谁，可是我叫不出它的名字。它是游牧针吗？好像是全收吗？不会要全收吗？现在你懂我们没抽到生血的感觉了吗？我懂了。哎、欸，我今天的好运就只有用在周奇洛上面而已，然后我的 Unstar 就没有了，没有这么好运了。嘛，哎，好难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扇子欧过一次，徽章就没办法。说的也是，等一下大家去看雨喵直播，我要看他抽到什么。啊，结果也没有抽到，没有抽到我喜欢的，也没有抽到他喜欢的。So sad。今天就这样，我买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。总共有几个角色啊？我记得偶像梦幻祭的角色超级多，嗯，他角色是真的很多，我觉得有超过40个了吧？有吗？嗯，搞不好雨喵有抽到你要的，对啊，搞不好雨喵有抽到我要的，他有抽到我要的，我这三个都送他也没关系。啊，好吧。就这样吧，运气。运气问题。那真的跟我们抽生血的感觉一样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抽生血，很刺激耶，很刺激。好吧，今天还有化妆包可以疗愈我，还有这个发圈，这发圈真的很可爱，我一直想要。自己喜欢的作品或是角色有这种小发圈，或者是包包啊，或者是项链什么的也都可以吧。项链我不怎么戴，可是发圈我是真的会用，这很可爱耶，发圈很可爱。发圈有时候身上就带一两个，就是自己喜欢的周边出去嘛，那心情一整天心情就会超好。你们懂，就是那种感觉吗？嗯，那个发圈真的很可爱耶，真的很喜欢这个发圈，因为放给大家看。嘿，玄妖晚安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好少女哦。好少女发圈，以前都没有，大部分都出小徽章，那很可爱，大家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对吧？很可爱，这是很让少女心动的周边啊！你不是少女吗？可爱，蛮适合你的，谢谢。我是薯片小姐。薯片小姐是那个，周奇洛都会叫这个游戏的女主角薯片小姐，嗯，所以喜欢周奇洛的人会把自己叫做薯片小姐吧，我记得，薯片小姐很可爱。挂在手上，不是周太太吗？不是周太太，不是周太太，我不是周太太。希望我们以后各个 unit 也出一个
应援色的发圈嘛，就是今天雨林去的时候他有吓到，他就觉得说周边怎么可以出那么多不同的样式，然后他也觉得我们应该去参考一下那些周边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商品这样子。可是发圈的话男粉丝好像用不太到嘛，就是女粉丝会喜欢，我自己会喜欢的那种，成员自己会想要买来戴发圈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出发圈的话，你们就绑一个小小的啾啾，小小的啾啾，然后弄发圈。发圈大部分只有女犯能用吧？有啊，那个谁，小千啊，小千也可以绑。小千不是飘叶长发？小千在吗？小千。这颜色很适合你约会的衣服。对啊，你讲的你不是少女一样。我是不知。小千不在吧？嗯，笑死，小千刚好不在，他来一下就迅速的闪了，失踪了。大家要失踪的时候请跟我说一下好不好，不然我想要呼唤你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到底在不在呢。嘿嘿，要失踪讲一下嘛。雨露大帝要召唤你的时候你要出来啊。我都再也不会跑，我都学雨露用蒸发的，人间蒸发的部分。阿贵仔晚安，雨喵推奶冻卷 ，Hello， 奶冻卷，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你。我今天跟雨喵开心的去逛展览了。好想知道雨喵到底抽到什么，我的希望要放在雨喵身上哎，好想知道。我要开始收拾我的周边，可是今天这样真的很开心耶，就是逛这个展览不知不觉就会花了很多钱。雨喵呢？只有雨露在我才不会流浪啊，因为我就是你的归属，嗯，就是大家的归属。我今天原本要讲很认真的东西，要讲很认真的东西，可是因为今天去玩得很开心的关系，所以开始在讲我买到的东西。偶尔轻松的话题好像也不错。其实有时间的话，我也想要再逛更久一点。再逛更久一点，我的钱包应该又缩水了一点吧，很难过。开箱计时，没错，今天就是开箱计时。我特别会喜欢买那种，衣服类的，衣服跟发圈吗？就是这种都可以一直带在身上的东西，像是发圈、衣服，然后包包跟什么，我还买了什么？有时候会买几个亚克力吊饰啊，我不会买软胶的吊饰，因为软胶的吊饰我觉得很容易脏掉嘛，也很容易破损。软胶的吊饰比较脆弱一点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买那种，很喜欢买那种娃娃，因为娃娃我也是每天都会抱着，所以就这几个东西我会，只要出周边我都会特别想买。最近就不怎么买胸章或是立牌的东西，我其实一直都不太喜欢买立牌嘛，因为立牌有点占空间，就是我真的一直很喜欢想要一直都看到它的我才会买立牌。化妆袋，对，化妆袋，还有化妆袋，化妆
圣诞也是会一直想要买的。嗯，可是很少很少我关注的作品出化妆袋是好看的嘛，我自己喜欢的那种。嗯，这化妆袋是很可爱，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小，不过我化妆品也不多，应该是装一下。我化妆品就现在库洛米的盒子这一盒而已。嗯，应该是装得下，随身带着是装得下。化妆袋很实用，缩水就打肿它。是啊，我是你的部下，怎么能跑？神圣的开箱怎么可能说不认真？哦，那应该也不是不认真，就是比较严肃吗？严肃的话题。用硬盒装化妆品哦，对啊。那对我来说，我原本的那个化妆包，它的拉链坏掉了。然后我一直没有去买新的，所以我就先用这个小盒子来装我的化妆品。一开始我也不太习惯，因为用硬的东西去装化妆品，感觉会放不太下什么东西。结果后来就因为要用硬的东西去装化妆品，反而学会了怎么去收纳嘛，就是怎么去规划那个空间。嗯，后来就学到了这个。因为软的袋子就可以随便塞啊，可是硬的不一样，硬的要整整齐齐的放好，嗯，每次位置都要放在一样的地方，然后把那个空间塞满这样子。我的化妆品大多也都是比较四方形、方方正正的东西，所以它可以塞在这个小盒子里面，有一种珠宝盒的感觉。这样背着不会不舒服吗？还好哎。哎，昨天有看到炸虾企鹅的吊饰，好可爱！下次当你的生日礼物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炸虾企鹅是什么可爱的东西啊？太可爱了吧！雨露晚安，晚安幽音晚安，小猪耳朵晚安。我今天有在漫博看到很多企鹅的东西，超可爱的。可是我今天已经先买了其他东西，就没有买企鹅。真的可爱，小企鹅波波。嗯，说起来，马兹诺 Brothers， 下次找图给你看，好啊。留一点惊喜吧。秀子要准备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都会很兴奋的提前跟我预告，这样也不错啊。因为秀子有时候会问我的意见嘛，就是他准备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会问我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这样子。对，我知道啊。那你呢？你会想要先告诉你的推说你要准备什么吗？还是你想要留一点惊喜？我原本放扇子的袋子在哪里？在哪里呢？它为什么不见了？在这里，这东西压着。好有心，感谢大家今天看我开箱，让我展现自己的厨力。我只会跟他说记得去拿信包裹而已，个性使然，没办法，基本上都会讲明白。来，就是讲明白也没有什么不好啦。嗯，お仕事終わっ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やっと終わったね。
现在我想请大家帮我想一下，我关播之后晚餐要吃什么。小名是屈原，晚安。我的晚餐要吃什么？我的肚子现在不叫了。大家都吃了一些什么？我可以参考一下吗？晚餐，我今天一整天都不怎么饿，我今天一整天还没有吃过正餐。饿过头不叫了吗？可能哦，太饿了就不叫了。还没吃，你是要叫外送吗？没有吧，我没有要叫外送，我就附近随便寻找吃的，附近就很多吃的。这样对身体不好啦。还好哎，我觉得没有很饿的话，就也不用吃。点餐一直都是饭，所以我想鱼露居然是反过来。因为我今天什么都还没有吃啊，所以你们也没有办法随偶像，总不能叫你们也不吃吧。我晚餐吃味噌拉面。还有吗？味噌拉面。今天吃泡面。怎么都是面呢？有没有一点比较清爽的东西？有比较清爽的食物吗？我好像昨天还是前天一直特别想吃凉的竹笋跟那个凉拌豆腐。然后凉拌豆腐我不知道去哪里买，因为通常卖的都是皮蛋豆腐，对，所以我就叫老板说一个皮蛋豆腐，可是不要皮蛋，他就只给我超大的一块豆腐，然后上面就只有柴鱼跟酱油，上面就没有皮蛋这样子。我真的不喜欢皮蛋。我爱吃面，粉丝很清爽。竹笋沙拉吗？凉拌豆腐可以自己做啊，是可以啦。不过我那时候没有柴鱼，就是要去买柴鱼有点麻烦。我想吃柴鱼，所以那时候就直接去买店家的凉面。凉面好像不错，如果我想不到吃什么，我来吃凉面好了，去超市买就可以。超市，我家离超市有点距离。凉拌不错，更喜欢鱼露陪伴。伴你。皮蛋味道很重哎，意外的不是我可以接受的食物。吃全家比较好吃凉面。运动会，运动会，这样念吗？見たよ。对吼，第二集不是也上线了吗？大家有看我们每个人的成绩，提示能的成绩。皮蛋我也不行。晚一点就会到。自然反应。所以吃粥的时候不会加皮蛋吗？不会。我吃粥的时候不会加皮蛋。然后我本身也不怎么喜欢吃粥。鱼肉的脸蛋今天感觉格外光滑 Q 弹哎，是吗？可是我今天好像没有化很多底妆，是因为浪 life 的滤镜吗？我有开滤镜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因为宿舍的光比较打得比较好。我今天其实没有化什么妆，连眼线也没有画吗？你是美玲的好朋友，多么大吉！そうだよ。最近跟美玲也很好，所以不画太多底妆就能那么 Q 弹，这样淡淡的就很美了。
啊，对哦，我想讲那个运动会，对不对？运动会的成绩没有看到大家都竞争的很激烈吗？美玲真的很恐怖耶，美玲她一分钟仰卧起坐64下，这个数字我那时候是帮美玲，就是我们在测的时候我是帮美玲压着她的腿的，然后我是整个人坐在她的腿上哦，因为她仰卧起坐那个后坐力超级大，然后你不整个人坐在她腿上，你是会被她，就是你是压不住她的。熊妹都是倒数，雨露也不差啊，都20几名，我都在中间，就是我不是22名，就23名那种，就是都是中间值。嗯，因为我不是很会，我不是体能很好的人，可是我都会想说不要拖累大家，所以我都会拼了老命在测体适能，一直也倒数。医生就是腿长，可是就是运动没有这么擅长吗？公平的，算是不错了。但是那个成绩是我拼了老命换来的，就是我是要超级努力才有办法到团体的平均值嘛的那种感觉。嗯，我一开始的。体适能就是自己在学校测的体适能都不是这个样子，都不是这个成绩。压的人有默契，借力使力会很顺畅。一阵腿长不适合坐姿体前弯啦，没错，用尽吃奶力气换来的。有，我就是腹部吗？就是腹部都没有什么。肌肉吧，嗯，都会一直出不了力，虽然平常也没有说都没有在练习，都没有在练，但是就是一下下就会消掉了，如果你隔个几天没有练，它就立马消下去的那种。嗯，腹部真的超级难有肌肉的，除非一直减脂一直减脂，然后减到腹部没有什么脂肪之后才会看起来有肌肉，是很艰难的一段过程。他光是要推的比自己腿还要远就是一个问题了。以后有打算练吗？一直都有打算练啊，因为一直都有想要消掉那个部分的脂肪，就是一直都有想要锻炼自己各身体的部位。嗯，可是就会认真的感觉到自己腹部的那一块超级难练，就是每次腹部在训练完过后都会是最痛的一个区块，所以自己也会比较加强在那个区块上面，但是还是如果没隔几天没有做的话，它就会消下去。慢慢来，不要急。然后一开始在练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自己的那个不知道自己可以承受的运动量到底在哪里，所以我又是一头热的在做嘛，因为我通常会做训练的时间不是早上就是晚上，然后早上晚上都是比较好像是身体的核心温度会比较高的一个时段，对，就是你会比较有力气一直去做的那种时段，所以通常都会做过头，然后隔天一早上起来就起不了床，下不了床。现在就还好，现在就做个几组，然后有一点点感觉就会停掉了。手不用练太粗，怕握手会被你握断。手很难练粗吧？就是手如果你没有在做重量训练的话，很难练粗吧？是轻量的还好，那是重量，比较重的那种训练才会有可能练出肌肉来。而且女生要练出粗的肌肉好像也没那么容易，要补充很多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，然后加上很可怕的训练量才有办法练出这么大的一块肌肉嘛。
先定一个小一点的数字，慢慢一点一点加上去就好了。大家可以去自己测一下嘛，自己测一下仰卧起坐，就是自己计时，然后自己开始仰卧起坐这样。我想要看到底有几个人可以比美玲还要可怕。之前我们班上的男生在测的时候也没有到数字，好像也没有到这么可怕嘛。八字头，真的假的？我有看过七十几的，我就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。还是这对男生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吗？你是穿公主装吗？这个像公主装吗？我觉得这就是像是小洋装的感觉，是有一点公主的感觉啦。老师超怕我把自己装成笨蛋。雨露要准备上课了，报备离开。好哦，乖孩子，有记得要报备。八字头也太厉害，我应该是八下太少了。翠翠晚安，那我今天差不多要下播了，拜拜。有人送我猜拳的礼物吗？有欸。那么我来跟大家猜完拳就来下播吧。今天第一个送我的是 Mercy， 然后他送了一个剪刀，回猜输了。下一个是 Akira 送了我一个剪刀，回猜平手。下一个是修泽连发，修泽送了我四个，好，来回猜，输了，再一次，赢了，再一次，输了，再一次，平手。下一个是阿米送了我一个石头，回猜，输了。下一个是哈六上送了我一个剪刀，回猜，平手。下一个是 Plus 送了我一个布，回猜，输了。下一个是饭团送了我一个布，输了。连输欸，怎么办？下一个是 Steven 送了我一个石头，回猜，输了。下一个也是 Steven 吧，希望这个可以赢。下一个是 Steven 送了我一个布，回猜，赢了，太好了。今天真的比较不好，看来我今天都把运气集中在扇子上面了。恭喜，谢谢。那我来念今天的钻石贡献榜。今天的钻石贡献榜到第十八名。今天的第十八名是花生糖，第十七名是阿法，第十六名是北原神推，第十五名是笨猫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今天的第十四名是幻影战士，第十三名是维维，第十二名是樱桃猫，第十一名是刘建谷，第十名是落日一笑笑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今天的第九名是博弈，博弈来换大头贴了，可爱，谢谢。然后第八名是 CSH， 第七名是 Plus， 第六名是哈利桑，第五名是饭团，第四名是阿基拉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今天的前三名，第三名是阿米，第二名是 Steven， 第一名是修泽，恭喜。以上是今天所有的钻石贡献吧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雨露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开箱。
那我要下播啦，我要去找诗雨玩吧。诗雨玩，大家要不要去看诗雨的直播？拜拜。